Upon a time， 你认为学习英语是一件苦差事吗？那可是大错特错。今天霹雳主读中的学生将会告诉我们，学习英语其实一点也不难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快到2019年霹雳主读中英语热的现场看看吧，走。为了做出更好的发挥，同学们都付出了不少努力和心思呢。看，就连老师也忍不住记录下这美好的一刻。其实经过这一次活动，最大的收获就是它提高了我们对英语的很多的认识，包括是发音啊，很多声调啊那些。其实我本身是蛮喜欢英语的，因为只要你有心去学的话，那你就一定会学好英语。至于一些方法，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去听一些英文的音乐，然后还有阅读一些更多的英语课外读物。Once upon a time, in a faraway land, a young prince lived in a shining castle. 原来学习英语可以这么简单有趣。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英语的美吧。以上是 Astro 校园报报看学妹苏伟，怡宝培南独立中学为您现场报道。